大家好，我是鸿鹉制作的艺术总监，我是赖鸿中。这是我们首次参加亚维农，但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无法前往演出《舞尽天空》，但希望透过五支线上短片，让大家更认识我们。除了《舞尽天空》，我有另外一首新的作品，叫做《再见 See You》。再见的灵感是来自于生活中的各种意外，与他人的萍水相逢，以及面对生死的感受，将这些化作为舞作的能量，去面对不断前行的生命岁月。作品里，我则利用了灯光与空间，在视觉上创造了抽象的想象，舞蹈上融合了街舞 popping 的瞬间震动，去诠释不可预期的事件与情绪。音乐上则邀请了台湾作曲家许嘉维特别编曲创作。最后，让我献上一段再见的精华短片。Atavit, with Festival of Davignon